我们现在就邀请郭台铭，郭台铭先生。各位土城三峡的乡亲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我算起来是板桥出生的，板桥妈祖爷出生的。但是呢，我后来创业，大汉拢在土城，我土城超过30年，我有算土城人。我不能土城人，我是鸿海公司。比世界哦，这个 Fortune 500大企业，我们排名第24。我们的世界总部在哪里？土城。对，跟柯市长抱歉，我也因为当初我就被搬到台北市了。后来你来了之后，我们就啊，现在来不及了。我们在土城呢，是。我的虽然不是生我的地方，但是是长我事业的地方，所以土城是我的故乡。我是土城人，大家认不认同？认同。像对面的林浦科学园区，它原来是一个军，那个兵工厂，军的一个艺术学进驻兵学校，也是我在陈水扁任内的时候给它拆掉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报告，我是真正道道地地的土城人，土城的啊，这个北起厝北家的人，对不？对。啊，今年呢是三甲了啊，这个我在大溪呢有个房子，所以呢。我有一阵子呢，在1978年的时间，关了起土城下班就往这个房土城的房子去开，到大溪的时候经过三峡，三峡是非常的美，三峡的老街，所以呢，土城跟三峡它兼具了啊这个三峡的人文跟土城的科技、土城的工业，所以我认为说土城三峡就如同刚刚柯市长讲。将来这个选举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有三个问题要问。第一个问题，我最近看了一份没有选举人的民调，就台湾的选民心目中到底要什么东西啊？要过台，没有选举，选总统，选总统还没。选海民，又歪了，又歪了。台湾58.5%的民众需要是拼经济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58.5%人需要的拼经济啊。那么，当然还有20%几呢，是两岸的关系。我应该算是最大的台商。台商的所有的问题，所有的困难，我们廖董也是全富冈大王，也是最大的台商。我们台商的这个需要什么最了解？再来呢，10%几是年轻人，有未来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呢，我认为拼经济最重要。所以将来领导台湾的领导人，甚至领导台湾的。立法院立法委员的制定，将来经济的议题、年轻人议题是首要，所以我认为说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，我们呢认为台湾需要一个拼经济的环境，台湾需要一个走到国际化的环境，台湾需要一个能够稳定两岸和平的环境，那么大家才可以好好的拼经济。有的经济，有的税收，我们在鸿海公司在土城，过去30几年在新北市，30几年我们缴了4000亿的税，细钱业，
在台北市我缴多少税，你可能不一定查得到。那你想，我在台北市，因为我把公司的税摆在新北市，我把我个人摆在台北，这样子平均一下，三个人数，这样，不然我今天怎么样请得到柯市长？政府呢，大家都讲，一个政府有个效能的政府，廉政政府，除了防弊要心力，除了节流要开源。我跟柯市长的搭档最好说，他能够节流，我可以开源。我们的心力，对，选总统，我觉得我们就从啊土城啊三峡来开始。我今天呢要跟各位说，我准备把土城三峡这个，我这今天呢早上听起来谢谢，跟我们周所训委员在讲，我说我今天呢我在三峡讲过一句话。我在美国的 Silicon Valley 就是西谷住了11年，如果两个小孩都在那边长大，我当时是为了，我倒没有到美国去念书啊，但是呢我到美国做生意啊。我有一次跟马英九讲，他在美国念书，哇，讲了很多 NYU 啊，这个哈佛啊，我说你了解美国多少，我说你了解是学校到加拿大去吃完中买中国菜，买完回来再煮饭，那很省的啊。我说您了解这条路，我说我到美国开公司啊，到美国设工厂，在美国开了10几家公司，到现在美国将近也有将近1000多个人在替我工作，美国人哦。我连我的司机呢，过去我在 Houston 有个公司，我的司机都是美国的警察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常走的速度比较快，对，警察开车呢，他比较安全。所以我说呢，在美国的经验，我回来到三峡，北二高盖好以后，我觉得北二高呢是可以从内湖科学园区一直开到新竹科学园区。可是土城三峡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园区？啊？后来我今天早上有个 idea， 想一想，请大家给我指教。我叫他，所以我今天拿一支笔啊，要上来画啊。我要心力，要开源，要对国家的经济。我叫新的一个，我叫做今天正好用这三个字，我叫做城山科学园区。哇！一直到深欧塞，在这边呢，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总部，在那个地方有苹果总部，当中有惠普的总部，有思科的总部，啊，现在是加上 Google、Facebook， 所有的包括到全世界独角兽的公司，超过一半都在那地方酝酿出来了。现在最新的高科技的生化基因的这个 biochemical。这些东西呢，通通在那地方酝酿起来，所以那个地方的土壤。那我在想，台湾将来怎么样湾对湾，怎么样连接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山科学园区就是连接了我们。